中，骨科手术机器人和医生的分工是怎样的呢？目前的手术机器人呢是这样的，就是说我们的病人在进入到手术室以后啊，我们首先要给他进行一个三维立体的一个扫描，我们要把他的脊柱的这种形态扫描到我们的机器人里。那这样子是第一步，我们机器人获取了病人的这种形态，这个对于我们医生来讲也是个性化的一种治疗，对于病人来讲，每个人有每个人不同的一个规划，这个就叫我们叫个体化的治疗。另外啊，至于我们的这个医生接下来要做的，就是把这个病人的这个脊柱的这个形态放到我们的这个机器人上，医生要在他的这个形态之下进行一个规划，这个是医生来执行的，并不是机器人自动进行操作。医生呢，根据病人的这个，我想在病人哪个点怎么进去，最后到达一个什么状态，这都是在三维的一个影像之下，所以对医生来说也是更便利的，也是更精准的，比我们普通的这个没有机器人的时候照两张片子是更精准的，所以说这个医生在规划好了以后，机器人在执行到把他这个机器人的这个机械臂的尖端啊，再执行到病人的这个身上，医生呢再根据机器人的这个导向口把导针打进去，然后把机器人撤掉，我们再进行打钉子也好，打水滴也好，再进行其他的一系列的操作，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详细的一个流程。